看病很慢这件事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澳大利亚体会到的，他们确实是还是根据实际上的紧急情况来的，就这些吧，还是根据紧急情况来的。其实这样也好啊，你也不会过度滥用药什么之类的呀，他觉得你不需要看他也不会要看你，就让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，你实在等不起就花钱去私人医院了，就是这样，私人医院你自己掏钱啊。其实他也这也是个好办法，你降低他的医疗整体成本，你等不起吗？等不起。英国很缺护工吗？很缺护工。很多，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来做护工。护工很辛苦。那他就是不会语言也可以做。他要语言。要语言，他有语言要求。所以啊。之前医院也有护工罢工。这是警车吧？他有的是警车也要跟来，他比如说你打电话过那个救护车，然后救护车会问你为什么受伤，如果你说打架的话受伤，警车跟就马上就要来，那警察来了之后是会就是劝一下架说，哎呀算了算了啦，算了算了，两夫妻不要吵架啦，然后就走，还是说不管怎样都要把他拉到警局去做个口供什么的，全部要去警局。我们一般吃水果都出去外面摘，外面捡的。是啊，是的，说树上都有嘛，是吧？把毛线。你刚才买那个板栗，我说到处都有啊，你都明天去海德公园捡一大堆回来。但是我上次在德国的地方捡了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板栗，我还吃了。那德国有两不是板栗有两种，一种是不能吃的。对啊，我就吃了不能吃的。怎么了？涩过怎么样？涩的嘛。哦。只是不好吃而已嘛。就是不能吃，真的不能吃。真的要不我派你出去尝一下，派你这么爱吃板栗，派你到海德公园去。不是不能吃，只是说不好吃。不能吃，他就不能吃那个品种，他就不能吃。吃了会怎样？没怎样。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就是他吃到嘴里是涩的，它不是一个可以入口的品种。就是不好吃而已嘛。它就是不能吃的一个品种。啊。那如果你非要吃不可，要不就另起一个炉灶。是真的哦，之前也有人跟我讲出来了之后，就反正树上有梨子什么的，就尽管摘吧，摘啊、嗯、然后大家都不摘，反正也不想摘，他还跟我讲说非常便宜，一磅就是有一大堆，因为没办法，他们树不能自己砍、他们就比如说你买了这个房子，你发现你花园里面有一个苹果树，都是苹果超颜色，但你不能自己砍，苹果树也不可以砍，只要是树都不可以随便，只要是树就不可以砍啊。你要打电话叫专门的人给你看，要政府批准吗？要批准说这个树可不可以砍吗？它是有一个机构，一个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机构，就是说这个树是不是名贵品种，你可不可以砍掉？大概率是这样子、这是我第三个听到这样的国家了，泰国也是这样，泰国的树你也不可以随便砍，它也是保护自己的树，然后他们不是有木雕什么之类的吗？也很爱用木头，房子也是木头盖的，他们就从老挝进口木头，自己的树不让砍，去砍别人的。垃圾分类吗？垃圾分类啊。大体分，不用那么细的，都是垃圾，不要分那么细。我已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了，他跟我讲是分类，但是政府没有任何措施去监管你分不分，然后英国人民就爱分不分。丢大件的物品的时候丢哪里去啊？要分吗？丢门口垃圾桶。他说家具，例如家具或者建筑垃圾这种。像家具好的这些，他们有的会抬到他英国有很多二手店，就抬到他们门口，送给他们。哦，要自己抬，反正就是。对，然后在这边没看到，富人区的话，他有一些家庭是，比如说你小孩子穿过的衣服嘛，不能穿了，他们就会洗干净了，然后用袋子装好，就放到门口，上面写这个是免费的，你可以拿。哦，就有些人就会去拿着。这样也挺好、但你自己抬过去，你也要付搬运费啊。衣服，那个东西呢？那不要。之前有我有一个
沙发用了3-4年吧，上。我不要了。不要，我想有人上门收，然后反正我家人就说不可能会有人上免费上门收，你要给他钱。我就在闲鱼80块卖掉了，就他给我80块，然后就把他搬走了。然后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。闲鱼广告又做起来了。某平台。某二手交易平台。那你会觉得在英国生活和在国内生活很不一样吗？国内太烦了。我有在国内上过几个月的班，是一个小公司的 HR， 人事经理。省会的城市？不是，很小的城市。我实在是太累了，不敢辞职了，出国。你吃都没有了，很新鲜的。我吃了。你出国的时候会英语吗？这个不会，不会啊，在新加坡学的，在新加坡学的，看美剧学的，跟小样子一样。爱豆都不管，学习方法，爱豆都不管。我感觉字幕组这个时候的广告应该出来了。全部都是什么 APP？ 看美剧学英语，真的可以学啊？可以吧？请当成零基础吗？零基础，看美剧难度很大耶。小兰子可没你这个天赋，他已经学了4年外语了，然后再看美剧的。你叫他学一下英国东部有一种英腔，嗯，还是叫做 This is Cockney 好像 Cockney， 他们讲的英语，你不是英国人，你听不懂。哦，就北京人讲的北京话，那耳音，但是我们也能听得懂啊。他们会把，因为他们太懒了，然后就把有一些吃掉一种词，去掉那个音，哦，就变成发音变短了，就等于是连读那一类啊。他们太懒了，连说话都懒吗？嗯，他是吃音，不是懒音吧？他就说他们太懒了，把那个，比如说这个字母，他把里面其中几个字去掉，不读，是不是不读那几个字，就吃，吃买呀，他吃，吃买呀，吃。但是那个口音听起来很屌，真的，你能模仿一下吗？我模仿，看我能不能听准。YouTube 上面是有了。嗯，有什么品牌？日本的品牌是年轻人喜欢的吗？就受欢迎的，英国是臭妹。什么？臭妹。我现在没有听过这个牌子。哦，没有吧？臭妹臭秀。哦，臭妹哦，臭秀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。哦，这个。就我们刚刚在逛。他们通常就是穿这些。还有那个 Super Dry， 别人以为是日本的牌子，其实是英国的牌子。Super Dry 不是日本的吗？他会在后面写超级干燥，他应该超级干燥，因为这句话让别人觉得我一直以为是日本。哦，不是，我知道，是英国，我知道。虽然他有那个日文，就是对呀，他很多都是日文的，除了超级干燥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日文呢。我看到英国人就是根据姓氏就能看，就知道，他本身那个等级是不是贵族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姓氏，是啊，我想讲了半天，什么姓氏？英国人通过你讲话的口音，他就知道你是贵族。哦，真的？是。你如果讲那个 Cockney， 我不太会说那种腔，你就是工薪阶层的。哦，但是除了那种人以外呢？所以就是讲 BBC 广播标准的那种，那个就是贵族，好像比较厉害的，一环以内的。但是他们那个姓氏不是也能看出是哪个家族的什么之类的那种？姓氏是可以的。伊丽莎白，比如，那枪那个是专门的姓氏的，是啊，就跟那个凯特，就跟凯特王妃和那个说正面就印他们威廉王子家族家徽，反面就是印凯特王妃家族家徽，对啊。那其实他们是会，我其实没来之前一直都会有人讲说，英国贵族没有姓氏，哦，他们的姓氏是自己改的，嗯，英国这一任的。皇室是德国血统。啊，我之前有看到说。然后那时候他们反德，嗯，他们就把姓氏改成温莎
就变成旺沙王朝。那个时候是旺沙王朝，就改成旺沙。这个我之前有看那个，那会真的是在生活中，就是会有这种等级意识吗？就是会存在于他们的那种。有啊，就很多喜欢去，很多人都这样想。去美国的人就很不喜欢英国啊，因为他们觉得在英国就不自由，有等级，三六九等啊，对啊，你有贵族的世界，然后你们贵族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有皇室啊这种特别，对啊，能感觉到。但在美国就没有这个等级，还好，在英国还好。是不是因为反正也接触不到，互相的生活差别很大？没有什么交集，一般也是因为接触不到，没有什么交集是吧？有看过《Me Before You》吗？遇见你之前，就龙母的。没有看过龙母的，除了《拳击游戏》以外的任何作品。那英国人民会看美剧吗？啊，看。肯定会啊，中国人也会看韩剧啊。对，会不会觉得说，还是我们英剧比较，行尸走肉啊，英剧比较屌什么的。英剧他们也会看。互相都看了。电视有几个台。但是英国现在人很少看电视。那去干嘛？都去酒吧。有些英国人他家里没有电视。哦。但他网上也不能随便看嘛。网上他们要付费嘛。他付费。你付费跟你他们这边看电视也是要交电视费哦。嗯，你如果不去看电视的话，你就不用交电视费了，就在网上看算了。现在很多都不买电视机了啊。那英国看电视都是用卫星接收了，就有那个盒子吗？那个锅，用那个接收信号的。那个锅，就是很早以前的。现在我们不是也有那个，他们都是用那个接收器，那一个是、我以为现在已经不用那个锅了。然后他们就有很多人不交电视费嘛，嗯，然后他们就看你家这，比如有这个锅，然后他就敲门，进去看有没有收。真的、要没收不让？不是没收，他就是看你有没有交钱。还会这样，还会主动去人家家里敲门。因为英国很多人都不交这个钱、他虽然说看电视，他也不交这个钱。还有那个锅，就是非法去粘那个东西。不是非法，那个本来就是唯一的方式。哦。看电视唯一的方式就是用那个锅去收信号。那为什么还会去别人家？你看你到底有没有交这个钱才安这个锅呀？英国是什么？英国它这些有的地方水电煤气这些费用，它是年交。嗯。有的还不用交钱，嗯，然后他水电煤不用交钱，他这个交钱方式是什么？水电在预估，比如说你这个区域啊，平均用了多少，然后分摊一下每家每户这样，他没有钱看你的表的啊，真的，有的比较老的街区，他连这个表都没有，免费用，就也不预估，就免费给你用就算了，他没有这个表吗？但是他这些公司应该都是属于私人的公司吧？私人公司去默默的承担这些莫名其妙的费用吗？你要知道去安装这个他花的代价也很大，但是可以要求政府给啊。这不是政府管的事，那个是私人公司吧。他也不预估，也不要你交钱，就免费供给你啊。请问刚刚这段有录下来吗？有。后面的那个表还在读吗？他在读，前面的可能没有。之前我一个朋友家是这样，他之前都是没有交钱，后来煤气公司过来给他安装了个表，就开始交钱了。好神奇啊，就是因为公共设施太老旧了，所以没办法，他管道都走地下，你走地你要装的话，整个地管全部都要改造，就没有办法弄。然后因为地很贵，也不可能说把这个地就都拆迁重建再分。他修一个路修到后面嘛就。那你说你们上班就要喝茶，然后隔两个小时又要喝一点茶，是每个行业都这样，还是你们是这样，还是都大家其实都这样？就我们这样。就坐办公室的人不是也经常喝茶？金融行业都不会这样，两个小时喝一点茶。这金融行业你想喝就喝了，是不是？不会说两个小时好，坐起来喝杯茶。对啊，我们那个是叫休息。不是定闹钟。他有些老外的公司就很变态，他招这个人，他就问你会不会泡茶，泡的好不好喝，你泡不好喝，不要你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等于说还要学功夫茶。
他那个他茶包吧，他应该都是喝。红茶包加奶加糖。这有什么技巧啊？那靠，这技术很牛逼啊！超市采用的技术。之前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很出名的视频节目，他、嗯、就是他那个人专门做装修，教你怎么装修，然后他也给你拍了一个片，教你怎么去泡茶。真的？那要怎么样泡那个茶才会好喝呢？啊，我之前看他拍是，他是说茶包放下去烫几下，啊，拉起来几下，啊，然后呢？牛奶放多少？糖放多少？放多少？这样才好喝。时间也要把控吧，温度也要吧。还有泡的时候心情要愉悦。因为养奶牛，那奶牛要开心，产出来的奶才好喝。对。好，你要回去休息了。